大家好，我是阿瑞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张闯关地图，然后你看到我们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要玩什么了。然后呢，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来破这个地图的有杰克 ，Hello， 团团 ，Hello， 宝宝 ，Hi。嗨熊熊熊嗨嗨还有小哥哇哇大家好像 都没什么想要玩的感觉真是的没有没有我刚才抢镜头懂塞在面前哦哎呦哦 OK 哦好啦那基本上这张地图呢是之前 Hypixel 本人他们的团体做的一张地图那这张应该很就是老玩家 Minecraft 老玩家应该都有听过吧那就是 Herobrine 的别墅然后最近呢他们有一个团队把这张地图升级为 1.4 版本了所以呢我们就来重温这个经典的地图啊 OK 那我们就九步走我走怎么走好像是这个吧Normal 选难度啦、哎、啊难呐、啊，超级难、啊，困难，哦困难困 难, 困難 ，OK 走。Click here to start the adventure。哎、欸，这是什么？这边还进不去，就要点开那个吧。哦，好吧，走吧。进去。呜呜呜，好帅哦！我们要被打啦！呜、哦。高起来了，要被吃掉了哦！吃掉 ，Hero Fan 本人呢、欸？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哦，这、哦、这、欸、为什么是波波的脸？我才想问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呢？为什么是波波的脸？哎、欸，啥？我的头！哦哦哦！感觉我在听狗吠啊！哦，这是怎样？这里是哪里？冒险开始！冒险开始喽！果然是一点十。猛一个，特效满分。嗯，哎呦呦，哎、欸，我可以动哎、欸，可以动，不能动、啊。哎哎哎，闪头。哎、欸，画面是可以动。哦，可以了。哦、有了有了有了。动妈妈。哦 ，Hero Fight 加入游戏。哦，好刺激！哦，好刺激啊！哦哦哦！哎，个点。哦，有。哦，帅气。走啊。OK， 走。你要保护我、欸，要保护你啊！你放生你吗？哎、欸，这很过分哎、欸！其实我不知道它是 1.10 的战斗系统，还是1.7。哎、欸，拿到衣服了，是 1.8 的战斗系统。我不知道哎、欸，它动作很快。哦，对，它是 1.8 的。哇，它打我一下可哎、欸。哦吼。四个精力可以换一个超强帽子。四个精力可以换一个超强帽子。哦，没有精力，没有精力。他有说我们现在需要往哦，我们需要往墓穴那边走。好，然后看有没有箱子，然后可以把就是拿他们东西。哦，怪伸出来了。快点把你好装掉给我，装掉给我们，摸他打一下灯六格。哦，痛哎、欸，真的超痛！哎、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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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有人有木有时间可以给我吗？然后我这里，阿瑞我的给你好不好？这给你给你，这里我会把快坏掉的铁剑。OK OK， 谢谢。骷髅头，不要射会有那个哎、欸、饥饿。耶、yeah, ，我有弓箭了。突然看到一个哦哦哦弓箭从我这边飞过来，不要打我的同伴。ouch！ 哦，真的是困难哎，好痛哦！我们要杀掉蜈蚣王是不是？嗯哼，应该在里面吧？对，在里面。痛！哦，有箱子。拿吧，拿吧，拿吧。然后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时间？不要再投射了，我生气了。然后一件裤子飞着。
边有什么东西吗？对，可以找。那时间吗？这边还有一把跟钥匙。哦，这边有两只哎。哦哦哦！痛吗？我快死掉了！快死掉了！啊！我死掉了！手杀在哪里？上面斜坡上面。这里有一只怪，是不是？对啊，刚刚那边有一只怪。死了吗？他重生在哪里啊？都死了。应该都死了吧？上一个储存点。好吧，进去吧。嗯。哦。音乐变了，音乐变了。哦哦哦哦！好多好多！哦，里面好多怪！我打完打给阿软。哈哈哈！我裤子，我有裤钥匙，拿到一个帽子。哦，怎么了？怎么了？哦，干什么？哦，那个路打开啊！谁要？谁要？谁要？我要！我有一个裤子。我捡到一个。我有裤子。应该是开启一条路吧，对不 对？哦，酷哦！我明明就已经把音乐关很小声，这是什么？他音乐超大声哎，真的！哇，黑厕所哎！哦吼吼！什么？粉！哦粉大头！哦！快吓到！混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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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好多只。六个人打四个啊、哦，简单啦、啊，有没有？六个人玩起来太强了，太强了，太猛了！哦，我就死了，为什么都是我死？怪物有比较强吗？那应该是比较，应该是打的比较痛吧？这边什么？这里有路哦，这边是没有帽子的，是没有帽子。哎哎哎！为什么掉下去？哦，下去下去下去！哈哈，他躺在上面。我死掉了，一直在打队友。我们一直在打。谁没有帽子？谁没有帽子？那箱子里面有没有？我没有帽子。哦，这边有，这边有鞋子。哦，中毒，中毒了。箱子里面。哦，我只剩下一个。我先。杰克，杰克，杰克。拉开。杰克，这个拉开。哦。他吐出鞋子。哎，这是捡到的。那是我丢的，我丢的。哦。哎，进来，这里没有装备哦。哦。哎，我有了。拿，嗯 ，OK， 拿帽子打开吗？哦，这边有，哎，没有东西，药水偷拿，哦，捡到一把弓箭，你要开出一条路，是这边吗？哦，我还记得那个酒，哦，超难，这个超难，我没有，哦 ，OK， 你怎么过去的？我走这里啊，哦，天哪，这个要怎么走？哎，不是。这边呢？哪里啊？干嘛？啊，好黑，好黑！哦，应该是找这边吧？啊，我断。干嘛？是安德吗？是安德。哦，我到了，我也到了，我也到了。到了。快！好像要往左边，要往左边。对的。啊，我就下去了。有人缺裤子吗？铁裤。记得，哎，我记得点下去就会直接把所有人都传过去。对，直接传到王那边去。哎，变亮了。这样子哦，这样比较快，我记得他的弓很痛。哪里有？哦，好多哦，到，好多特效。哦，他是爆炸弓哎。爬爬爬爬，别飞太远。压脚胶，压脚胶，压脚胶。哦，后面有怪，他是吉特 X 的。为什么都是我被打到了？好痛哦！你当坦克位置太高了。哦，哎，他出来了，他出来了。拿回去，哦 ，nice！ 好像要把上面去。我的，不过谁拿走了？哎，都是我的。哦，哦，门被打开了。嗯，阿瑞耍中二。怎样啦？啊，真就真的门被打开了吼！哦，用光读书。哦，是走这边吗？送门哎，你们去哪里了？哎，走传送门。哎，那刚那里面是干嘛的？大家都隐形了。不知道。哦，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往
门里面走了吧？对，应该是吧，往这个大城堡里面。哎、欸，可是我们刚刚不是就在大城堡的门口吗？怎么被对啊 ？bug 应该是那个他刚刚门没有开啊。嗯哦，应该是我们从那个对对对对对，有谁身上有剑士吗？我有两个，我有两个。我哦，这边的怪真的变得比较强一点喽！哇，带兵，好可怕哦！啊，小僵尸，让他钻剑，哪里哦？可怕，小僵尸！哦哦，他掉钻剑，哦，那也是，好吧，快坏掉了，半死了！哇，我砍了三剑都没了，哦，狂砍！来来来哦，杰克死掉了，那骷髅好痛哦！哎、欸，这里的怪是本来就走路比较慢的，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哎、欸，哦，这是开始，我记得这有僵尸猪人，嗯，是猪人，这边有一只，啊，猪人，猪人是不是会掉进井里？哦，对，井里好像就可以换，对不对？哦，我又死了，走进来，探险，加一，哎、欸，这里有烤鱼，很多烤鱼，烤鱼，哦，这边有出僵尸，这有煤炭。火焰，是不是有人惹到僵尸？我在打。哦。Oh no！ 他是用打，这怪真的是。为什么这么难打、啊？为什么这么难打、啊？那个，他是不是比刚刚的 boss 还硬啊？多。嗯。怕你啊！我要钻炮，我要钻炮。哦哦，我被僵尸突然砍一下。有人帮我往前推，有人帮我往前推。哦，我死了，死掉了。算了，不跟他打了。你们在哪里啊？钻剑，钻钻，要不那么也是接近，熔炉接近坏掉了。哦，你们在这里吗？会被装哦。哦，你怎么没有装啊？哦，都被打烂了，被打烂了。哎、欸，这帽子，阿瑞这个帽子。哦，感恩，不，感恩。哦，好多东西哦。抖内 ，OK， 好，那我们现在要往哪边走啊？楼上吗？应该就往楼上吧。不是还有另外一边？打掉，哎、欸，没有东西。还有另外一边，还有两，对，还有另外一边两个方向。哎、欸，这边有看了吗？中间有一只猪人哦。中间有一只猪人。哦哦，我刚刚就在那边打那只猪人，打超久的。哇、哦，这猪人真的打蛮久的。哦，我烧起来了，硬猪人。还要打一下勾引整排，整个超硬哎、欸！一嘴里、啊、哦，死掉了，对吧？瞬间，哎、欸，这里有帽子哎，偷捡。我刚 kill 了他好几下，快坏掉了。瞬间谁要？不要。好，你拿。我这里先往下走。你太低耐久了吧？一下就一下就坏掉了。嗯，随时都有限制。这是，哎、欸，这是什么？礼物，这样。Boss fight， 我们要去打女巫了。哦、走吧。The witch， 要打女巫了。哦哦哦！霸凌他，霸凌他，打他！啊，长什么痘痘啊？啊长痘痘错了吗？长痘痘错了吗？站在同一个点。哦哟，中了中了中！哦，我中毒，中毒中毒，好毒好毒，超毒，世界毒，无敌！哦哦哦 ，My God， 好多效果，哦哦，好多效果，小僵尸啊，哎，僵尸，哎，在哪里？我自流了，死了，哦，死掉了，自流药水，自流药水，邪恶，邪恶的家伙，哎，还是中毒三呢，是吗？哇，哦哦，好痛啊，这个。等一下，哦，有很多效果。找小僵尸的，找僵尸。哦，爆炸，爆炸，自流的，自流。哦哦哦！哇，你们被炸死了，好痛哦，超猛哎、欸，直接被炸死。哦，那自流的、哦。哇。好扯哦。对啊。哦。哦 ，nice nice， 又掉了一个上片，上片放上去，这是我的。No， 又被他吸走了。被熊吸走了，哎、欸，战酷 ，nice nice， 我们已经还有两个 boss， 我们才玩15分钟就已经杀了两个 boss 了 ，OK， 总共几个啊？总共几个？我记得四个小怪，然后一个谁要裤子？一个 hero grind， 然后一个 wither， 一个掉一个，啊，我要帽子，几个都给你，好，谢谢，那个 Bobo 帽子。
耶，快坏掉了，难过。这边有东西吗？没有。有什么在墙上？就不闪人，闪人，闪人。所以现在应该是往上了吧？上楼了，上楼。呀，我上楼。我们都一直把 Hubris， 不是 Hubris 啊 ，Hubris。哦。把他的那个打掉，打小怪吗？哦。Nice！ 哦，钻剑的蜈蚣干嘛？钻剑的蜈蚣哦，小僵尸，小僵尸，可以打中介了、啊、我想打，应该可以吧？啊！我给你撑住，我偷！小僵尸跑过来了，我听到有人的装爆掉的声音，我装坏了，我的鞋子坏了，哦，又是他，又是他，哎、欸，不对，是猪人的裤子坏了。哦，是他 ，K 他，哦，是，钻穴还蛮简单的，哦，他急退，我不小心把画打下来，哦，我不小心把画打下来，不能放，哦，这边有点，哦呀啦啦，我一直被挤下来，难过，这边是什么？对，哦，够，进来我们会被全灭。杀杀杀杀杀！嗯，哎、欸，哦，这边猪人，猪人，这边有猪人，没看到。哦，我被 K 了一下就好痛哦。对啊，他快一排，我要站在上面跟他打。Nice， 是。他掉什么？钻。谁需要胸甲？谁需要胸甲？我不用，我不用，我有，我有。这里有一个胸甲，我要胸甲。不要再射了，我要生气了。有鞋子，有鞋子。哦，这边什么？好多哦，好多箱子。都有鞋子。耶！现在有精力吗 ？No！ 我是一直在被射啊。对啊，我一直被射。我然后都没发现。捡东西。找刚刚的树。这一堆线。很多马铃薯跟线。哦。线感觉没有什么用啊，偷走。可能之后会。这里有灯，你不开灯？啊，没看到。哦，猪人，就是猪人，这边也有，还死掉了。什么？你们听到好多怪的声音哦。后面还有房间还没看完。是啊。啊！哦，撞猪人声音。哦哦，小僵尸。哦，你们在哪里啊？往右边的那边有一个小走廊，我去找你，去找你。这里对。哦，看到了。哦，有只小僵尸在这边，两只，两只，两只，好了。哎、欸，我们死掉的重生的位置也太远了吧？很远，真的。好、哦，我被骷髅射到墙壁里面。哇，我被小僵尸吓到丢掉钻剑了。完，画面了。东西呀、啊，帮你开灯。Nice。一堆骨头、欸，这里有猪人的，你们要来打吗？好啊，好啊。可是哪里？你知道我们在哪吗？不知道、欸、我在你原本走这边这边。团团好厚哦，团团 carry，、嗯、我超厚。团团，我刚才被这只打死的。原来如此，砍他、啊！他要出去，他出去。他为什么在打我？他为什么？他就在往上吧。哎！这什么奇妙的画面？已经不知道在砍谁了。简单讲就在霸凌。在砍这还是砍怪呢？他掉一把弓哎、欸，他会不会、哦？他的弓好强哦！哦，这什么？真的、啊？红字上面好暗哦。帮他打扫一下。啊，超暗的。但为什么你切？你感觉是靠屋顶？为什么你切蜘蛛网切那么快啊？这什么、啊？这里是哪里、啊？这边好像装饰品、装饰物、装饰地区。被骗了。啊！啊！被黏住了。OK， 这边东西也到哪？这边没东西，这边没东西。那刚刚那边呢？刚刚、欸，哦，这什么？这什么？这是南瓜头吗？还是什么？啊，不知道，是啊。哦，这里有东西，有一件钻裤哎，谁要钻？那、哦、我没开到 ，no。Yeah， 这边有一个靴子啊，应该还可以，给波波好了。哦，波波、啊、波波没裤子啊，波波没装备啊！我现在是裸体，我要把你们全部都吸光。隐形15秒，失明15秒，啊是有用哦。哎、欸，会让你的荧幕很亮。哎、欸，所以是要打这边了吗？刚刚有一个地方可以往下走。哪里啊？
那个地方好像就别的地方，这边是打 boss。哦，这里是直接打 him 哎、欸。是哦，是哦。那应该是要先打，是跳过一个。哦，对啊，我们楼下还有一个 boss 还没打啦。那我们先下去吧，先下去，先下去。好，先下去，先傻眼。所以我们的最大问题是迷路了，这样。哪里啊？对，真的迷路。这里啊。啊？这里啊，这里有一个 boss 啊。对。哪里啊？哦，这边哦。幺零骷髅。哦，这里哦。你在哪里啊？这里，这里，这里。哦，被传过来了。嗯。是什么？要打什么？哦，拽了拽。哦，好痛。好快。一排不见了。哎、欸，我失明了。我在哪里啊？啦啦啦啦。哦，那个哦，有隐形怪吗？是隐形怪哦。对，隐形怪，隐形怪。我虾米都跨不。哇，我不小心打到那个安德了，我要死了，是不是？打爆他。我找安德。哦，我被传送了。失明。幺零哦，好恐怖。打去波波那边。哎，我的钻石，我的剑爆了。躲起来。他是。哦，我躲在这边打。压墙角，压墙角。哦。烧死了，怒火中烧 ，nice。得到什么？波波，这给你。什么东西给我？力量二，挖掘加速二，加速二，恶心两秒。OK。还有那个 Spider Queen 在哪里？啊，那个楼上吧，蜘蛛女王在哪里？也、欸、有可能，应该就是刚刚熊熊找到那条路，应该是。OK， 这条是上来。所以这里也可以下去，对吧、啊？刚刚我们就走到这条、啊，这里吗？哦，原来如此，有按钮啊，还是这边？要找一下吧。蜘蛛女王，哎、欸，怎么少人了？应该不是这里，原来是参观的、啊。对啊，这边只是装饰品、装饰房间而已。好可疑哦！你们在哪里啊？我们到二楼了。哎、欸，别跑，在你后面。哦。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我们要找上去是黑马中女王，对啊，这是黑马，这两个小方。哎、欸，我找到了，在哪里？应该是吧，应该是这个。哪里？看一下，看不到在哪里？哦，我找到了，在哪里？在哪里？哪里啊？那个，我们原本上来的那个楼梯。哦，看到了，看到名字了。哦，在那边左边，那间房间，藏在这边啊。哪里？哦，真的耶！哦，没事了。所以其实阿瑞刚一开始就啊，我们要一个一个上去，一个一个上去，拜托。为什么要走这？对哦，按下去吧。Spider Queen，Spider Queen， 哦哦哦！蜘蛛王，蜘蛛王，敲蜘蛛王，快点！家也太不干净了吧？哦，好脏哦，清理一下你的家啦。哦，我好来了来了来了，会瞬移呢，好丑哦。哦、oh, ，OK， 爆掉了。哦、oh, ，原来那只是小知道，我想说，如巴那种快，打他打他，哦、oh, ，我直接粘在上面了，巨石，好好玩哦，游戏怎么这么好玩？超好玩的，霸凌王，霸凌王，霸凌怪，多人就是好玩，真的。多人霸凌，霸凌游戏。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霸凌游戏。霸凌游戏是一个，是一个六个勇者对付一个 Hero Blind 的概念。那什么？哇，为什么？哎，我可恶，我没中。有。噔噔噔噔噔，他是给一堆精力啦。噔噔噔噔噔。哦，我这边有十个精力。我是今天要去拿去换装吗？应该是不用了啦，我们超强的。真的吗？真的吗？直接砍了吗？那个精力放可以打那个了。可以，三个都可以打 him 了。对啊，去吧。有人去换牛排吗？只要换牛排啊！我剩两个，我剩一个了。我还有四个。要打了吗？咚咚咚咚咚咚！哦，我们要直接那个了吗？要打了吗？哎、欸，还没有开始打、啊。在哪里啊？哦，在这里，扁他。好快！哦，喝药水，压脚，砍他，压脚脚，压脚脚。哦，他打我两下。等下，哎、欸，怎么了？哦，这样啊，有
哦，他在哪里啊？我看不到。他怎么这么强啊？他是 Hero Brand 啊！这样出来啦！我无法重生啊！无法重生啊！为什么？你看，我要重生，他不要我们装备秒杀，被曝光了，我第二个装备曝光了。哦，然后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挡我们傲死了。哦，哦，你真的很好。哦，天哪，好猛啊！这个人，听说被拆猛了吧？走啊！有剪刀怪。哦，直接就死了。接着，我在干嘛？我们应该要去换装，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就当你吧。啊，剪刀怪在打我。他只剩一个头了吗？没有，那个是他的小怪。哦，那小怪，那小怪吧。哎，抬墙脚，快过来。等下，为什么我们刚刚打 boss 就重生了？哎，好像有人死掉就是这样子。哎，哦，又是剪刀怪，他是不是把女巫叫回来了？对，就把之前的 boss 叫回来，把这个 boss 对吧？哦，我在砍他，我在砍他，丢屁啊，丢屁啊！哦哦哦哦，我被他砍一下，我就直接剩一颗心哎！没有，没有人死，他也会叫回来。真的，那应该是一个地震吧？哦，剪刀怪直接丢飞，这是瞄到阿瑞了，他瞄上阿瑞，哦，瞄了就不会停哎。哦，这边有只小怪，要在墙壁上打。哇，啊，变大，直接烦了哦！一瞬间死了一堆人，哦，直接砍了一下，好痛！大怪，蜘蛛女皇，对，他要被召唤出来了。哎，欸，我上一关的 boss 还没打，他跑去哪里？爬了，还在这里，还在这里，还在这里。哦，哦，我的枪都爆光光了。啊，我去！又是谁啦？现在哦，还是一样。骷髅宝。哦。啊，我死了！狂砍，狂砍，点他！我一来就被骷髅王弄。哦哦哦！蜘蛛王还没死。啊！我累了。我剩下三只。累啊！不要一直传过来啊！我这边往上面摔两次啊，好痛。到底还剩多少血啊？没有血哦！我被打两次我就死了。对啊，我也不是。哦，赢了，赢了，赢了！哦，赢了，赢了 ！Nice，Nice，Nice！ 终于赢了。可这里还有那个蜘蛛女王，蜘蛛还没死。先打蜘蛛，还有剪刀怪。哦，蜘蛛王死了。啊，剪刀怪嘞？再打了，再打。哦，死了，死了，死了！剪刀怪过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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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拿到金色的帽帽。然后我们现在第四个任务是，他说。小提示，祝你好运？问号。你是祝我们好运 ？Nice。他说祝我们好运 ，Nice，Nice。Nice, 这里有那个门。哦，哦，我们要打凋零了。哦，这什么？啊、这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吧，算了。这里有没有人可以换东西啊？刚刚好像有看到。喂，等一下，等一下，啊，我进来了，啊，要被吸进去了。我记得可以出来。可是我怎么还在原本的世界啊？我也在原本的世界。不知道，我现在一直看这个画面，然后有粒子效果，没有乱飞。看到凋零怪了，我也看到我们被排除在世界之外。天哪！哦哦哦哦！啊，我想回去换装，我刚看到村民，死掉会回去吗？回不去啊，回不去，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不用花精力喽。哦哦哦哦哦！谁需要精力啊？还没爆，他是不能那个啊！快点呐，拖台前。Holy water, holy water, holy water. Use it against the holy water. 我记得我们需要哦，我想被死，两排是三十，哈哈，直接死了。炸凋零啊！他说我们要用圣水对付那个，对，或者是那个治疗自己。有人有拿到吗？有，要捡，然后十个他就会喷。哦，圣灵的火水，我打不到，冲洗干净，烧毁，烧毁，帅哦，这战斗改得很帅，哦，我死了，烧毁，他会360度狙击，捡十个，
用打怪捡吗？对，哦，没有，在这里，在这里，是正中心。对，凋零了。原动是什么？放 Crystal of Anger， 放这地方。射水的地方就是蓝色那个地方那边。炸开！哎，是吗？哦，没有，对，那个这是放另一个东西的地方。其实更不像。哎，那这是大被雕死了。打不到啊！再四个，再四个。怎么放给他？身上有这个东西啊？哦，在这边啦，圣水。然后，哦，我这个水是要放哪里啊？要丢啊？不是来白碗吗？哎，我说，OK， 我完全不知道要丢哪里。有，好难哦！我刚刚以为，哦，我被他炸一下。对啊，我刚刚以为打那个。被打，被炸掉了，死啦！阿斯，有了。哦，这里。哦，还要捡啊？这好像是一把弓之类的。哎，为什么？那这多余的水呢？来了，多余的水就长神弓之类的鬼打他们吧。这一把弓哎，要射他，射他！哇，一次扣好多！这把有这把弓超激动，快射！哎，快回来！是我射不到，加油！不要动啊！为什么射不到？爆了！他只能用三次还两次？好吧，爆了！你开什么玩笑？没有，现在爆了！放射水，再换，继续换！有水！好耶，射水！烧毁！哎，没丢到，没丢到！啊，好刁，超刁！还要七个，开什么？还要七个！我要直接想要防空把它射死！哈哈！耶，蛮有趣的，收集的。强力二，强力二，强力一，强力二。哦，这边有一个强力二的，爆了啊！难怪我那么快死掉。嗯，哇哦，有圣水，去哪？用我的烂弓。哦，他要用剑。哎，用剑。OK， 我要喝力量药水了。对，喝力量药水，打他！霸凌他！哎，他好难。霸凌他！哦，死了。啊！我们在叠哦，我的力量药水不失效了，就是一群人去霸凌他而已啊。对，一群人霸凌他。啊！哦，死了！哦，有哦。哎，他是帮我们进一条路哎。嗯。哦。超高阶活塞运动。超高阶。活性粘塞，粘性活塞，活性粘塞，活塞粘性，哦，我还在凋零，对，我还在凋零，冰怪，下去，还有13秒，哎，他死掉了，哦，这什么？是一条笔直的大路，哦，通往成功之路吗？你看远方那个有粒子效果，哦。哦，真的，好帅哦，帅！耶，我们要进去银河了，哦，没了，都，谁离开游戏了 ？Hero Prime 离开游戏了，怒跳啊！不，我死七次了，生气啊，一手都下。我死了，都来网关死掉了。对啊，不，我为什么死这么多次啊？叮叮叮叮叮叮，我死十次，看看谁最少。小柯呢？小柯呢？没有我啊，也没有我啊。小柯呢？还是有最高的四个，应该是最高的四个，所以我跟小柯都没死很多。别，哦不，那你们杀太少了吧？一个17个。我杀35个，熊熊杀了。我只是慢慢回。哎、欸，又没有我哎、欸。对啊，还是按照 I 那个什么名太烂呢、欸欸。排挤你们。笨的 gay。我开了18个箱子。我也是。我杰克开了14个。专业翻箱。这个
有点小果冻的感觉。帅，嗯，都来多下，跳一千一百七十四，差不多，哇，跟破千下哎，对啊，天哪，你们的 space 寿命应该很快就要坏掉了，差好大哦，对啊。又没有我了，嗯，我也没有，超可怜的，两个 T 的都没有，可怜的可怜的空白键。哦，这个美景，哦，好，这个房子真的出来蛮棒的，对，漂亮漂亮，哇，赞赞的，但画面是有点卡卡的了，对，它画面很卡，我的卡什么？哎、欸，没了，哦、oh, ，to be continued。他这个那个摄影机那个转的那个东西需要上点对吗？运镜要加油咯。对，这个要问我们团团最厉害了。没有关我什么事啊？对啊，對要加一点机油了。我很厉害吗？哦，是什么？哎、欸，第六关，第六关，好，好啊、叫我们追踪他们来。哦，第六关失败，第六关失败。天哪！啊，现在有什么欧巴吗？欧巴吗？欧巴吗？哦哦，给回。哦、他硬要，他让我们看不到东西。哦，好讨厌啊！按 F， 按 F， 好，按 F。对，我看到一个头，黑黑的。我只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装在黑色箱子里面，我都看不到。他头给我们套那个啦，黑色的东东，看不到。有，所以这个敲的声音都是我们自己在敲，没错。天哪，那我们现在干嘛？结束了。不，我没有权限使用此命令。要开启。OK， 好了，那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啦。耶！今天我们六个人一起虐杀 Hero Brian。耶！耶！然后没有用到精力哦。Okay. 哦，对，没有用到精力哦。话说他刚刚一开始有那个什么 Speed Run 的那个按钮，哎，对啊，感觉上还不错。管他的，如果有人想要来挑战看看的话，应该可以就是挑战那个 speed run。对啊，真的，我们永远没办法玩完呐、啊，因为那个、啊、第六关，输了，过不了，破不了，完全过不了。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请点喜欢，然后也去看看各位的频道，其他人的频道，杰克的频道，熊猫团团的频道 ，Bobo 的频道，小哥的频道，我没有频道，熊没有频道。好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也祝各位万圣节快乐，拜拜。Je peux vous le rendre, Seigneur, Seigneur, car avec les soldats, il est heureux, peuvent s'entendre, pour plaisir, ils ont les combats. Le cirque est plein ce jour de fête, le cirque est plein d'automats. Le spectateur est dans la tête, le spectateur s'est opéré après fracas. Apostrophe, tu sais ta page, pour ses jusqu'à sa langueur. Car c'est la fête du courage, c'est la fête du chien de guerre. Allons, en garde, allons, allons. Toreador, en garde, Toreador, Toreador. Et songe bien, oui, songe combattant, que le noir te regarde, et que le mort t'attend, Toreador, l'amour t'attend.